博物馆中的每一件藏品都凝聚着时间的力量，如果文物会说话，它们又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？打开这套文物卡牌，今天我们唤醒的是青铜龙形弓。我是青铜龙形弓，生于商朝，是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酒器，拥有数千年的历史，形如龙舟，充满了力量与威严，遍布全身的精美纹饰是我地位的象征，有龙、蛇、鳄鱼等动物20多条，从龙形到龙纹，处处彰显着那时人们对龙的崇拜。别看我长得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实际上我相当靠谱，性格也十分外向。那时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在祭祀和宴会上传递贵族间的敬意和欢乐。与我最有默契的搭档就是仇人，他负责做行酒令的筹码，我负责让游戏输掉的一方喝罚酒。说实话，不是社牛还真干不了这行，还有些重要的节日或庆典上，我也会被盛满美酒，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，寓意着吉祥与丰收。